然后我们今天去吃炭炒福建面。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而且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他已经。哦，他的鞋子。没有呢。看我这边。炭炒福建面，看一下那个火有这么大，在这里。哎，这是谁家？现在是要。他不是塞钱给他就对了，像那个乘客不是包你，可是车没有事情就可以了吗？这台车才百多块，可以换两张。哎呀，这个是搭飞机的。对。想去哪里看那个这个的？对呀，你加上来。哎，有收贵吗？什么？不用。哎，你们不要吃啊！那等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然后12000分。我跟你讲，什么方式可以很快速的？你要用那个？等一下，我拿给你，等我拿给你。用卡。哦，如果你给，平时来用很多。炭炒福建面。后面啊，不懂，小偷店在里面，店铺，店面，金莲记啊。